美综合报道，15岁日本女星秋山真绪前年正式加入偶像女团早安家族。25日与友人至球场看棒球比赛，意外被拍露出白色底裤的画面。秋山真绪在推特透露，此次是第二次到球场观赛，他完全沉浸在激昂气氛之中，似乎忘了自己身穿短裙，有选手击出全垒打，球恰好往其方向飞去，因情绪过于紧张，他双腿竟不自觉张开，露出白色小裤裤，此景被正在捕捉球的摄影师拍下，露底裤画面当时随直播全国放送，影片更在网络上造成疯传。秋山真绪左与友人至球场观看棒球比赛，反射自推特，秋山真绪红圈处露底裤画面随直播全国放送，反射自推特。